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1号，双十一嘛。OK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我回到澳门已经差不多2个半月了啊，这是 time flies。今天我想画一张。1个多礼拜前画过的一张，我当时说我会画第二版。那么今天我把这张构图呢，flip over，就是把它转了一个180度的视角，和第一张正好是相反，和第一张正好相反。另外呢，我心里面在想，就是要。和第一次要画的不一样，处理方面，那才有意思嘛。每一张都画的一样，就没有改变了。有改变才有，不一定说改变就是进步，我觉得，但是改变总比不改变好，对吧？OK，现在我是 real time，就是说。我画画的同时拍摄和我现在讲话是同步的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另外一种方法叫 voice over，就是说你拍的时候是静音，没有不讲话的，然后等到编辑的时候、剪辑的时候呢，你再配音上去，叫 voice over。The difference 呢，就是 voice over 可以有准备，讲的比较顺畅一点，而同步讲呢，就是你要马上想或者讲错啊什么的，但是有一个，就是更在当下的感觉，OK。好了，这个 Denis 马上就5号了。Second version，这 Denis 我发是不一样的。OK，结束。